好玩。嗯，会旋了吗？差不多完了，大家快来看看，大学生完成作业，那就哭。这样我还怎么教老师啊？你拍我作业，一点都不好使啊！什么不好使啊？大傻。我写的当然是我的日记，我哪知道你要写什么呀？姨妈，这是什么？佩大姐，数学作业我已经写完了，这次你一个枕头都没有。真是外界干扰，不错不错。天天就知道玩。嗯，作业写完了吗？差不多完了。差不多完了，过来。嗯，我问你，老师让你完成几篇日记啊？五篇。还撒谎！10篇。好啊你，你胆子真大呀啊！要不是我给你收拾书包时候发现了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今天就要写的。还有没有了？还有一点点数学和美术。你气死我了！我还跟你妈妈说要让你提高成绩，你到现在连作业都没有完成。你给我站住！对不起，杨洋姐。我不都跟你道歉了吗？怎么还生气？小心眼儿，没时间理你，我还得背呢。哎呀，这个多枯燥啊！来，我给您找点事儿，同样是学习。学什么？这个可以让您巩固一下以前学习的知识。说了半天，你这是让我帮你写作业呀？好啊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大学没完成作业，那就哭。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阿姨，这是数学作业，哪是美术作业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写错了吗？我画一个箭头，告诉老师正确答案在哪。你这真是……您这是箭头吗？跟迷宫似的。这样我还怎么教老师啊？你拍我作业。小虎哥，别哭了，放假八级。好了，要不你找别人帮你写吧。我找了，他不帮我。笨了吧？哪有白给你写作业的呀？你得给人家好处。好处？对，这人呐，都是无利不起早。你只要把金币给他们，他们会抢着帮你写的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莹莹姐，出来一下。呀，这么快就写完作业啦？真效率呀！谁给我写作业，这就是谁的。真不愧是霸一老爷家的人，这财大气粗的样子已经初具规模了。哼，有钱就了不起吗？这要是别的事儿，也许还有的商量。那写作业，想都别想，自己写去。哎，你们，哎呀，不好用啊！这云真呐，哎，阿奇，找我。啊，阿不提老师，我找吴阿驴玩。啊，玩吧，我去后院摘点菜啊。吴阿驴。快看啊，金币！别让阿凡提老师听见。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啊。当然是好事了，这是帮我补作业的资金，多好的事儿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。找你啊，帮我把作业写完。
这块金币就归你了。哦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首先补作业就是不对，还拿金币收买驴，你跟谁学的？我告诉阿凡提去。哎，别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我这是开玩笑的。我回写作业。怎么一点都不好使啊？什么不好使啊？我来帮你修一修。哦，没什么。哦，没什么啊。阿凡提老师，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朋友们帮忙，给他们金币他们都不帮，难道他们不喜欢我？哎呀，给金币他们都不帮，那得是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想让他们跟我玩儿。哦，跟你玩啊？啊，哎呀，这个简单嘛。哎呀，给他们钱他们不要的话，那你就想一想他们最喜欢什么呀。阿驴，胡萝卜，小鹰鹰，夸他最聪明，人人喜欢他。翟鹰鹰最美丽。我明白了，谢谢阿凡提老师。哎，不客气。啊！可爱的小鹰鹰姐姐，难怪你那么受欢迎，就是你太聪明，太善解人意了。姐姐，你是阿巴幸福社区最漂亮的。她最漂亮，眼睛长脚下了，看清楚，我才是阿巴幸福社区最漂亮的女人。我们有可比性吗？阿姨妈呀，大婶儿，你说什么？哼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哼，跟我斗。上床。不是老婆，你看咱俩现在像不像小时候一起写作业？哎呀，那种感觉啊，真是久违了。你那个时候啊，就不好好写作业，成天爱抄我的，抄急了还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呢。结果害得我在教室后面看了一节课的黑板报。那是罚站，要是那会儿你好好学习，能这么没文化吗？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没意思，写作业。1月28日，行。我一个人去火车站接了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答应给我5根胡萝卜，后来使坏让我蒙上眼睛，又答应给我2根胡萝卜。行了，打住吧你。多真实啊！这是我的日记。我写的当然是我的日记，我哪知道你要写什么呀？八级周一早上6点我自己报时，7点我自己报时，10点翟莹莹才起来，很不认真的报时，12点半我看见一位女士追着一个男孩喂他吃青菜，那个男孩都已经8岁了，还要大人喂。你们太欺负人了，我给你们送水买吃的，你们就这样对我。看你们这些人一点对工作都不负责。阿吉，你看这是姨。我就是懒。哎，姨妈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可是我预测的今年流行时装趋势。你看这件还有这件，哎呀，尤其是这个眉毛的形状，哎呀，你看我都是照着这么画的，漂亮吗？哎，行。哎，八级，别着急，数学作业我已经写完了，这次一个卷筒都没有，你可以完全的放心。哎，那个过程就不要看了，那个答案对了就对了嘛，是不是？我来。小兔拔了3堆胡萝卜，每堆9个，地里还有18个胡萝卜，小兔一共种了多少胡萝卜？改，我3个月收房租。
每月收九户，小区里还有18户没有收，我一共要收多少户呢？答：房租真的不好收，我应该收45户，拖欠房租太可恨。八爷，你还把数学运用到收房租里面了。你这样我就不会算错了。哎呀八吉，大家这是在帮你啊。对，帮我、啊、这哪能帮我呀、啊、八吉啊，大家可以帮你写作业，还能帮你去学校上学去考试吗？那些题你不会做，回到学校又要学新的知识，你跟得上吗？这就好比啊，把饭吃到自己的肚子里，你自己才会感觉饱啊。嗯，我错了。嗯，我去写作业。好孩子，樊婷老师，樊婷老师，谢谢你呀、啊！要不是你出了这个主意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这么有绘画天赋。我决定了。我要去巴黎参加今年的时装周。人呢？人呢？都给我回来！布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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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开学了，布谷，准备好了，布谷。哦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捣乱的，你布谷什么呀？驴拿号的。哼，哎，确实是有个好消息啊。八一老爷这回是亲口答应，而且还立下了字据，你们看。铁树开花了，铁公鸡发芽了。铁，哦耶！好，咱们去买游乐器材去。平时花一点你的钱，就像割你的肉，现在你要白白给阿凡提占便宜，你都不皱下眉。我再说了，在家门口建游乐场，我的美容觉还睡不睡了？我天天不要吵死了。难道钱哗哗的从天上掉来，我们不用手去接吗？你想田小峰啊？哎呀，你知道迪斯尼和欢乐谷吗？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到那里去玩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些地方都是要收门票的，而且每项游艺要单花钱，钱呢，钱呢就哗哗的流过来了。我又不是慈善家，哼。阿凡提，你就让他高兴一会儿嘛。等游乐场建好了，不是我说了算吗？我只在字条上同意建游乐场。老爸，那我们就要在家等着钱来了。对，哎呀，你太有才了。我一定加倍努力。走，咱们逛商场去。啊，你又缺衣服了。八吉生日，不买礼物啊？哦，要买要买，他快回家了，让你妹妹知道我们字条有多好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觉得应该放在这儿，放在那儿，啊、抽签就应该放在这儿。你等会儿就放那。去，哎，八吉，八吉，这里要收游乐场喽。虽然我姨父答应建游乐场，但是是收费的。啊，收费的？我们整个阿巴社区加起来都没有那些游乐场大，能比吗？再说了，我们都没有钱，要玩你自己玩。我们告诉阿凡提去。自己玩就自己玩，我才不稀罕。哎呀，你看你姨妈给你买了好多礼物，还有生日蛋糕呢。妈，今天你看你姨妈还给你买了羊腿，可香了。妈，你妈，我过几天就回去了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大黄蜂模型，送给你。哼，你自己留着玩吧。哎呦，八吉，小八吉，小八吉，怎么了你这是啊？大家都不理我了，一个人过生日有什么意思？哎，八吉哈、你可是一个小男子汉呐。可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啊！哎，阿凡提大叔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过
生日的孩子呀，可以向大树爷爷许一个生日愿望，而且这个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。不过问题呢是只有一个愿望，光许一个生日愿望可以，我一定会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，但它只能维持一天，时间一到就会消失。一天也行。小朋友，给你去吃吧，你多可爱。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干什么呀，八爷？请不要叫我八爷，太难听了，请叫我依依。八爷，受不了了，你到底来干什么？我是想看看建游乐场还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哼，还游乐场呢？要挣钱你自己去挣，我们没那功夫。挣钱？这是谁有这么肮脏的想法？嗯，给孩子们建一个免费的游乐场怎么能挣钱呢？这么一个没有爱心没有责任感的人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去跟他评理去。喂喂喂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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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？他们开玩笑呢。开玩笑。姨父啊，你建游乐场是不是给小朋友们免费玩的？当然。啊？哦，哈哈，依依，哎，咱们干活去吧。干活去。哎。哎呦，不行。八提，真对不起，我们以前不应该那样对你。阿凡提都批评我们了。我们错了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好吧，师傅，您喝水。好吧，好吧，师傅，您累了。你们管我叫什么？好吧，一大叔，好吧，一大叔。我现在就像吃了波斯的大力水手，变了形的奥特曼。葫芦娃里面的大王一样充满力量，你们都休息，我一个人来。阿凡提，你给睡。我干嘛呢？吃错药了吧你？阿姨妈呀，你真漂亮！阿姨妈呀，这是我画的您。阿姨妈呀，这是我送给您的花。阿姨妈呀，您真美丽。孩子们看见我吓得就跑，哎呀，今天你们、你今天真勇敢，居然敢插阿姨妈呀，疼，那就是真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最有意义的生日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鸭腿呢？我的鸭腿哪去了？谁拿了我的鸭腿？大叔，给您。你管我叫什么？好八一大叔呀。这好八一大叔，来，这个。真是太感动了，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觉得你这么可爱，小依依。老婆，幸福有点来得太突然。孩子们，哎，孩子们呐，今天是八吉的生日，也是咱们游乐场建成的日子，咱们得感谢八一的慷慨和爱心啊。什么看看？什么爱心啊？是啊，可以给我们义务建游乐场，还让孩子们免费使用。对。我的钱啊，我的命啊！
都没了。啊、不行，空口无凭，我要把我的钱都拿回来。啊！哎呀！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我向大树爷爷许的愿，让你免费建游乐场，而且让你做一天有爱心、受大家欢迎的人。啊！因为您建游乐场要收费，大家都不理我了。乌鸦驴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想失去他们。这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寒假，对不起。八一，干什么？孩子们是真心实意的感激你呀、啊，你忍心看着孩子们这么伤心吗？我是好人，能给孩子们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你就是大好人呐、啊。老爸。你就答应孩子们吧，做一个好人的感情挺好的。好，我就答应你们把游乐场免费送给你们了。你别打，我这是干什么了？我这浑身那么疼啊！哎，小朋友们，咱们该照相了，来看镜头，快乐。